全红婵在去企鹅馆投喂企鹅宝宝时，结果令人意外。上次他们与海豚来了一次亲密的互动，全红婵做出嘉宾还给海豚起了一个辣条的名字，这也是让网友们觉得非常搞笑。而这次他和队友们来到了企鹅馆，这里有很多企鹅宝宝在愉快的玩耍。全红婵当天带上了一个可爱的小熊发箍，站在企鹅幼儿园外面暗中观察。你写诗集啊？全副武装，需要学习。红姐和师姐是穿上了厚厚的防护服，这才被允许进入企鹅馆。而红姐非常暖心，提醒师姐吴春婷：“哎呀，投喂失败了。”并且投喂给这些萌萌可爱的企鹅宝宝。全红婵一边喂一边说：“来，吃一个。”值得一说的是，红姐投喂的这只小企鹅拼命的摇头表示拒绝，真的是非常有趣的画面。此时红姐委屈的叫道：“啊，他不要。”不得不说，企鹅宝宝真的是太不给我们奥运好吧。结束了，又是快乐的一天。最后红姐还是投喂成功了，这又是快乐的一天。在企鹅馆之行结束后，全红婵和大师兄谢思义、谢哥女友以及师姐吴春婷一起合影留念，而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个老虎的吉祥物。不得不说，红姐真的是非常喜欢小动物，她自己也有很多动物的玩偶，可是见到了真实的动物，红姐却不知道怎么与他们交流。下次游玩之行，不知道还有什么困难等着红姐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